你没有打火机，却能点亮我的心。你们，你们怎么了？哭了？我去那边找你，不在那边打包的吗？谁欺负你了？你妹，这是咋的呀？拘啥呀？哎哎，这是谁？拿个手机拍啥？哦，哎，你好啊，你好你好，我是他俩的哥哥啊，您是老板是吧？哦哦，你好你好你好。这林妹咋了？哎，他怎么了？小李欺负他？小李怎么欺负了？他把活弄在干活了。钱不得，好意思嫌他干得多了是吧？啊，对。小李呢？小李哪去了？来来来来，你先别哭，把这个饮料我刚买了，你先喝一口啊，喝一口饮料。就是在咱这个地方干活啊，你是新来的，包括这些阿姨啊，他们都是一直在这儿待着，也没有说是被谁欺负。以后呢，你别怕，有什么事儿啊，哥这边给您做主，好不好？林妹别哭了。啊，一会儿回来我教训他，好不好？啊，待会儿咱不得还上山去吗？是不是？咱也得去采玉米。啊，别哭了，别哭了。要不你先回去吧，我还得去把活干完，去把玉米采了。没事了，我跟你一起去吧。老板，我跟他一起去方便吗？我们上山采玉米，你这边要去吗？啊，没事，我跟你一起去。好好好，这边咱反正风景挺好的啊，啊可以去看一看。好好好，旅游一下吧。啊，好好，那我跟你一起去，林妹。好，那走吧，哎哎，现在就走。啊，就在这块儿是吧？哎，对对对，这都是您种的啊，都是咱们自己种的。啊，现在那边采摘完了，然后呢，现在来看看这边。哦，啊，林妹，好好别摘了。哎，这我一看还没熟啊，因为我们这边这个气候差异挺大的，这个温差大，然后海拔呢也比较高，所以呢这一片还没熟，然后那边熟了，咱不行回去算了，回去咱们看一下基地那边都拉回去了。都还没熟。对对对，来你上来。啊，哎，慢点慢啊。现在也晚了，咱们回去那边。杨哥，今天不走吧？啊，我不走，我不走。啊，不走，咱们这个水果玉米挺好吃。嗯嗯。啊，咱们回去，弄几根，然后让我们林妹给您做着吃吧。行了，那太感谢了。晚上我请你喝酒。好，那我不喝酒，喝酒没必要了。我喝酒，我得早点回的。好，这个还不能吃，再过十多天。好。啊，好，走。那赶紧先回的。走走走走。好。姐妹，哎，我不来帮你搬得了。不，要不杨哥你先回去吧，等我干完这些活再来干。哎，林妹，你活干完先回去吧。这杨哥不是他远道而来啊，多陪陪人家杨哥，对吧？啊，杨哥，要不这样吧，咱林妹我们几个一起，咱请你吃个便饭。啊，真的不用，真的不用，真不用，真不用了，真不用。一定不要客气。啊，真不用了。啊，那好好好，这样，我们林妹也辛苦，早点休息。过去那边咱拿一点今天采摘的咱们新鲜玉米给杨哥带回去，尝一尝我们的这个土特产，好不好，杨哥？这个你不能拒绝啊。行了，咱们的一点心意、啊。好好好，来，随便拿一点。那谢谢你啊。来。今天刚摘的，这个挺好。来，好，林妹给带回去坐着吃吧。好，这个蒸出来特别好吃。好好，那谢谢你啊。杨哥，不客气啊。啊啊，感谢感谢，那我就先送他回去。好的好的，你先走。好好，下班吧。先吧。好的，好的好的。走，好，那再见啊。哎哎。哎，林妹。这刚煮好的那个玉米。真的不能，这个你哎呀，不用了，真不用了，真不用了，你流失吧。你都没吃饭呢，然后这些你等下拿着在路上吃。行吧，好吧。那你等下回去的时候路上小心点，好了，没事没事，那你早点回去吧。行。啊，在路上开车慢一点。好的好的好的，拜拜。